任性啊，没有，我担心你，你们就是不要看，为了看直播，第二天起不来哟。小岛灯好看。起来再去就好了，还是要好好工作嘛。虽然就是很厉害了，还是要好好工作呢。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在哪里点到的？骰子是在哪里点的？我怎么都不会点。咦，我点了一个表情，我不是故意点的。我在翻那个骰子，没翻到，没有很厉害。咦，你哪里点的？文阳，你哪里点的？我怎么没找到？没有很厉害，我觉得很厉害了。我觉得像你这个年纪又不大，然后自己有事业，然后还事业有成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很多人想过成你这样的，其实他们都很弱吧。欢迎初学者，感谢点亮，晚上好，欢迎走进直播间。你做工的？哦哦。如月前微亮，繁华落地成霜。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工程加简作而已，做工程吗？我其实不太，这概念我不太懂。那累吗？累的吗？根本没有啊。欢迎一路向前。晚上好，累呀、啊，累你还不早点休息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，欢迎表情，晚上好。总算成长，心着我。欢迎 WAYAN， 晚上好。欢迎朱小明，欢迎月月。月月，你吃好饭了吗？牵手牵手的河，笑脸，笑脸。笑脸，笑脸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打喷嚏了。明天只要出嘴巴就好。咦，那不错。月月怎么了？笑脸，下面有爱心，爱心在哪？安生善哦哦，找到了，只吃了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欢迎一个土豪，欢迎点点土豪，一个月5000块，你是你的工资吗，曾哥哥？冷冷月色为你思念成河。欢迎请感谢关注，晚上好。
片片芳菲如水流，冷冷烟雨冷冷雨像花色，真好，一个月五千。文扬哥哥，你好像今天就刷了2000多，你以后不要这么刷了，你把一个月的工资都刷了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，感谢我就是我关注，晚上好。我一点半下播，我今天早点下，明天早点起床。今天杨给我刷了好多礼物，然后我应该任务基本上过了，所以明天开始吃土。你再忍几天就好了，就能喝上水了。我已经喝西北风喝很久了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月月下了吗？让月月早点去吃饭，吃完饭早点休息吧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再过10分钟，然后我敷个面膜。我觉得我明天要见人，我还是好好收拾一下。来台湾，嗯，夜宵吃什么好？这个时间其实喝点粥比较好。是一点容易消化的，因为你吃完之后马上就要去睡觉了，就是比较软糯的东西，比较容易消化的。请你餐餐吃吧。哎呀，这么好，我要餐餐吃肉，会不会把你吃穷掉？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喜欢主播点点小关注，在这边千万不要忘了点上我的关注，因为我应该在官方的黑名单里面，有的时候好多人看不到我。不会。好啊好啊，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。欢迎曾哥，感谢点亮。曾哥我一会儿要下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月月的怎么没回来呢？我告诉他一下，一会儿我就下了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走入尽头不一定惶恐，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，我家每次都有肉。哎呀，好幸福啊！我烤了一下，每餐都有肉。有青菜吗？还是要荤素搭配，健康一点。有肉，有素，有水果。都会一场空。有啊，哎呀，伙食真好。如果坚持的歌颂，没有水果，水果其实要少吃一点的，会补充维生素 C。欢迎熊仔，晚上好，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小哥哥，喜欢主播的上面点点小关注。有小礼物的帮主播点点，然后帮主播过过任务，谢谢。我家老人家会煮，妈呀，幸福死了。欢迎点点点，那就不用自己煮，我基本上煮的都很难看，我煮的都比较丑，泡面呢、啊、炒饭呢、啊、之类的，不太会做东西。我比较就常吃就是面包、三明治什么什么，就外卖会多一点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当当当当当，但愿你听得懂。你会，咦，厉害了！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这是歌还是伴奏？伴奏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是探索晚安空空心有心酸。
低头呢喃。欢迎陈清水，感谢关注，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喜欢辣椒吗？喜欢吃辣椒，喜欢吃醋，然后甜的话可以少放一点。我比就是四川的麻辣我比较喜欢，我比较喜欢吃火锅烤肉。大晚上的我们不要谈吃的好吗？这是要胖呀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晚上好。你都知道我喜欢，对，我这个，哎，其实我这个性格好奇怪，不像水瓶啊。感谢关注，晚上好。我也不喜欢甜，我可以少甜，不能太多。但是水果我喜欢，我很喜欢吃水果。你说过不能不忘初心，晚上好。感谢不怕神一样关注，晚上好。能多放一瓶不是问题，一坛子也问题不是很大，有多少吃多少呗。还好啦还好啦，我还好啦，真的我觉得我已经改了好多嘞。欢迎走进直播间，欢迎晴天，感谢点亮爱心。答案怎么办？看不惯，自我欺瞒，怂恿的、喜欢的、讨厌的、厌倦的，一个人慢慢。视频应该是。都是放养的呀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就是很那个，就能特别。我煮的菜就不喜欢放糖，就能特别什么。